但是他上半场有两三个，还有两三个机会。好了，小机密时间。这个位置还挺好的。哇！好球！哇！哎呀！不，这个二十四号没有提前走，哎，我操！哎呦！完了，这肯定完了。好球！来拍个那游泳的那种眼镜。好球！好球！来了！哎呦！准备了 ，offside！ 完了，完逼！结果完了，金明拿了第一。小金明被弄得挺惨的。Kiko！ 受伤了，受伤了。Kiko！ Go yourself, Fernando！ 完了。机会来了吗？哎呦我操！啊！哎呦我操！可能就一米。好了，结束了。
Thank you.